早上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五课。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你听，然后回答问题。Listen to my questions and answer。第一题，今天的天气怎么样？You have to use 有点儿 or 还。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张老师觉得今天的天气有点热，你呢？第二题，你觉得作业多不多？张老师觉得作业还好，不多。你呢？第三题，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张老师想吃鸡肉，所以妈妈说，我们就吃鸡肉吧，你呢？你想吃什么？第四个问题，每天上网课，网课 online classes，每天上网课，你们累不累？张老师觉得有点累，你觉得呢？我们今天要先看有点儿和一点儿，它们不一样。首先看和名词一起，四个句子哪个对，哪个不对？你读。哪个对？哪个不对？我们说，我想吃一点儿米饭，不是有点儿，请给我一点儿时间，不是有点儿，所以一点儿加名词。再来看，和形容词，这四个句子哪个对？哪个不对？你读。哪个对？我们说房间里有点儿热。老师，我们有点儿累了。热和累是形容词，所以我们用有点儿加形容词。有点热好不好？不太好。有点累好不好？也不好。所以有点儿在形容词的前面。一般是不想或者不太好。再来看，这里说两个句子哪个对？老板，便宜一点儿吧。老板，便宜有点儿吗？哪个对？对了，老板便宜一点儿吧，形容词，然后一点儿。意思是，对，这个很有用。老板便宜点吧，老板，这个苹果太贵了，便宜一点吧，你可以用。所以我们来练习一下，请你用中文说这几个句子。第一个，怎么说？我饿了，这个怎么说？我有点儿饿了。第二个怎么说？这是老板。老板不高兴，老板有点儿不高兴，有点儿。第三，老板便宜一点儿吧，
便宜一点儿吧。第四，这个是快，快一点儿，我们要迟到了。快一点儿，我们要迟到了。你说对了吗？我们来听一段对话。在教室。我们来听，然后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你来读。第二，第三，第四，听。Text 3 in the classroom. 今天去不去打球？这两天有点累，不去打球了。你在做什么呢？是在想昨天的考试吗？是啊，我觉得听和说还可以，读和写不好，很多字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嗯，男的， New words. 男的今天想做什么？考。男的今天想去打球，女的想不想去呢？不想，为什么？他说有点儿累。女的在想什么呢？她在想昨天的考试，对吗？第四，女的昨天的考试怎么样？我们再听一遍。课文三，在教室。Text 3 in the classroom. 今天去不去打球？这两天有点累，不去打球了。你在做什么呢？是在想昨天的考试吗？是啊，我觉得听和说还可以。他觉得听和说还可以。读和写不好。读和写不好。很多字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很多字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A 说，今天去不去打球？你是 B， 你来说。你在做什么呢？是在想昨天的考试吗？现在你是 A， 张老师是 B。三二一，开始。这两天有点累，不去打球了。是啊，我觉得听和说还可以，读和写不好。很多字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Okay， 我们来看几个词语，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是什么？不错。我可以说，嗯，还不错。还可以说，很不错。这个呢？身体不错。你身体怎么样？身体不错。还有呢？衣服不错，他的衣服怎么样？嗯，还不错。那还可以问今天天气怎么样？用不错怎么说？今天天气还不错。今天是晴天，天气还不错。我们食堂怎么样？我们学校食堂怎么样？我们学校食堂很不错。我们来看这两个词，不错和没错，它们意思一样吗？看这一个，请你读。你看，
这个字你写错了。这个字错了吗？没有错，所以你说我没错，不是不错，我没错。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没错。所以没错是 冤枉， you are not wrong， 不错呢是 good 的意思。好，第二个词是，这是什么？意思，汉字的意思。你知道这个汉字的意思吗？你知道这个汉字的意思吗？这是什么字？你看，这是爱，爱字，你看出来了吗？ OK， 再来看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想去外面吃饭了。什么意思？你知道520是什么意思吗？520的意思是我爱你，520。这个呢？不好意思。对，不好意思就是对不起的意思。比如说你去食堂吃饭，对吗？你去食堂吃饭，你打了别人， you accidentally hit someone by accident， 所以 you can say 不好意思，对吧？再来看没意思，这个呢有意思，这两个是 adjective， 是形容词。我们来看，你看这幅画有意思吗？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张照片有意思吗？也很有意思。有人觉得这个没意思。 OK， 你现在在中国怎么样？你可以说在学校不能出去，没意思，对吗？ OK， 第三个词是对什么什么好。比如说对身体好，可以说对身体很好。还有呢，对身体不好。喝牛奶对身体好吗？喝牛奶对身体很好。喝咖啡呢？喝咖啡对身体不太好，是吗？可以说我的同学对我很好。下面一个词，以后，我们可以说下课以后。下课以后做什么？下课以后我们一起去吃饭吧。下课后，下课以后。再来看8点以后，8点以后我有汉语课。8点后，8点以后，这个是20岁以后。20岁以后你想做什么？20岁以后我想去旅游。20岁以后我想去法国旅游。你呢？20岁以后你想做什么？我们来听一段，然后回答问题，请你看。课文四，在公司。 Text 4 In the company。 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吗？不喝了，我已经喝2杯了。是呀，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以后我少喝一点，每天喝1杯。第一个问题，女的请男的做什么？他说
对了，喝咖啡。他说喝咖啡吗？所以请他喝咖啡。第二个问题，男的为什么不喝咖啡？他说他已经喝了两杯了，对吧？我已经喝两杯了。第三个问题，男的以后会怎么做？他说以后我少喝一点，对吗？以后我少喝一点儿，每天喝一杯。为什么？因为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OK， 好了，请你再听一遍，看然后听。课文四，在公司。 Text 4 In the company。 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吗？不喝了，我已经喝两杯了。是呀，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以后我少喝一点，每天喝一杯。你可以说吗？现在我是 A， 你是 B， 我们试一试。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吗？是呀，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换，你是 A， 我是 B， 开始。不喝了，我已经喝两杯了。以后我少喝一点，每天喝一杯。现在你是男的，男的是 B， 怎么说？我不想什么了，我已经什么了。我不想喝咖啡了，我已经喝两杯了。咖啡喝多了怎么样？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以后我少喝一点，每天喝一杯，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作业，请大家用这些词写一个 one minute practice。在中国的生活和学习，我们看可以用什么？还可以，还不错，还行，有点忙，有点累，很快乐，很高兴，听说读写，考试，汉字，休息，吃喝，对什么什么好，对什么什么不好。那看到这个题，在中国的生活和学习，你会写什么呢？ What are you going to write? 你会写在中国的生活，对吗？和学习两个方面。 So you have two paragraphs.Okay， 我们先来看生活。那先写什么？在中国的生活怎么样？对不对？ Generally speaking， the life here 怎么样？很高兴，或者说有点忙，对不对？那我们说为什么很高兴呢？因为有很多新的朋友，对吗？还有呢？因为有很多好吃的，因为在学习，对吗？所以这是你要说为什么很高兴，因为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们每天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做什么。有点忙，为什么有点忙呢？因为要上汉语课，对不对？也有很多
作业，所以你可以说有点忙。周一到周五做什么？周末做什么？星期一和到星期五做什么？星期六和星期天做什么？有点忙，就是 generally speaking。OK， 那还有吗？你在中国的生活还有什么 special， 对不对？那你可以说中国的水果很便宜，或者牛奶很便宜。你也可以说中国的水果很贵，衣服很贵。OK， 那为什么说呢？可以说多吃什么什么对身体好，或者对什么什么不好。So the first paragraph is about the life here in China， 对吗？You need a general speaking sentence, so like a beginning sentenc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life here is blah blah blah. And then you need to explain why do you think it's like this? Why does your life look like this? Okay. And also you can say something like the special part.Here in China. Okay, so 还有在中国的学习，对吗？学习可以说什么？学习你会说上汉语课，对不对？那汉语课多吗？多不多？累不累？老师好不好？你可以说这个，还可以说什么？对了，你的汉语怎么样？是不是？你的汉语说的怎么样？你的汉字写的怎么样？还有考试怎么样？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passage should be about your study. So mainly your Chinese class. 所以你可以说 How is speaking, listening, writing, and exams. Alright, so 这是张老师写的。我们来看。我是去年坐飞机来中国的，现在已经一年了。我在中国的生活非常有意思，每天都很高兴，因为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们每天一起吃饭、上课、打篮球。我也有点忙，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汉语课。也有很多作业要做。周末不太忙，可以和朋友出去。现在因为新冠病毒，我们不能出去，有点无聊。希望我们能很快开学。This part is about the life in China.So you have a beginning sentenc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对吗? And then, generally speaking, 我在中国的生活非常有意思, very interesting, 很高兴. And then second part, 我也有点忙. Okay? And this part is a special part right now. So, this is the first part, your life. And then second one.我来中国学习汉语，现在已经学了6个月了。老师们对我也很好。我们这个学期上网课，汉语课还好，不太多，也不太累。我的汉语还好，汉字也写得很漂亮。我不太喜欢考试。因为考试有点难。So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study here, 对吗? So you can write more here. For the passage, I used 非常 and 有点怎么怎么样,对吗?还有每天都怎么怎么样，可以和有点怎么怎么样，有点无聊，
对我也很好。汉语课还好。我的汉语还好。有点难。So, remember, you also need to use the grammar points we learned in the past few lessons from lesson 1 to lesson 5, especially in lesson 5. Alright? Okay. 下课.